可以出三项，可以出。征服者一定要多蓝剑吗 ？No， 这是根据对线的英雄来看的。对线诺手我们可以打得更凶一点。是个 Q 吗？这个诺手，等下补这个刀的时候，我们上去 QQ 他。太了，回头钻内圈，钻内圈给他来个 AQ。这个血为什么是红色的呀，兄弟们？我犯病了，但他是误的，不能一回血啊！他学的 Q 啊，他学不是 W。这他妈有点抽象，这游戏。我犯病，他也跟着犯病，是吧？好仁慈啊！这就是他最后的亚莎戏吗？这就是诺手最后的亚莎戏吗？我觉得吧，有一说一，我觉得黑色血更好看一点，红色血不好看，你觉得呢？这血怎么能是红色的呢？我都拿黑色血看习惯了，其实挺好看的。
在我们杀他的那一瞬间，他的一人 CD 大概还剩下一个八秒钟、七秒钟、六秒、五秒钟、四秒钟，大概还剩下个三秒钟左右吧。你们信不信？就是我们把他杀掉的时候，他一技能还差个三秒钟左右才 CD 好，信不信？这就是主播的自信，你知道吗？清干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自信。作者应该知道的。什么声音啊？原神的声音吗？我下次我他妈我要年麦，我下次我要直接给你们年麦啊！你们他妈给我来申请年麦，我当场考考你们。艺术就是爆炸。老姐刚刚跟他那个打了，现在没打了，现在没在打，我待会改个标题呗。标题取个啥好呢？标题取个啥好呢？
能发现太多的神秘，一起去旅行。宁愿相信爱永不会接近。韩服高端局，青钢影爆发。可以吧，可以吧。我说正常上单，大部分正常上单，知道吧？主流上单，啊，主流上单的技能 CD。他没大招吧？这个东西，我们等这个血，这个一技能钻内圈，一大招。这个一技能直接往他内圈里面钻，还是那个直接钻进去。我为啥喜欢听动画片主题曲？好听啊！动画片主题曲不好听啊！你们来一首《再飞行》。动画片主题曲不好听吗？为什么不听？为什么不听？为什么不听？万豪 W 多少秒？18秒。万豪一技能多少秒？我反手考你好吧？万豪一技能多少秒？怎么还妈有人考起主播来了？万豪一技能 CD 多少秒？赶紧，多少秒？就那个还一天就周六的，直接问你，你自己主播万豪 W 有多少秒的时候，我直接问你，万豪一技能 CD 多少秒？直接打一首反手，好没？不知道。好硬的嘴啊，你不知道怎么还要加个感叹号啊？有些人哎，问了那么久不回，我怕是有些人去查资料去了。建模 W 有多少秒？建模 W 13秒吧？不对，建模 W 13还是18吧？应该13，我们这方应该13。扛好主播，温 W 有多少秒？温 W 他妈是个被动技能。建模 W 22秒，有吗？有那么长吗？不可能。我们查好吧，我当场查。应该18秒吧，建模 W。12还是16秒？其实记个大概数字就可以了，但是有一些英雄技能你必须得记得很清楚啊。就比如诺手的保命技能一技能，对吧？你可以不记诺手的 WCD 几秒，你可以不记诺手的一个 Q 技能 CD 是几秒，但是你一定得记他的那个，哎呦，但是你一定得记诺手一技能 CD 是多少秒，知道吧？你要记那些关键技能。哎呦，好漏啊！我操，没注意他是一个这个东西。考一考主播剑姬的 W 技能叫什么？剑姬的 W 叫。哇，好被动的，你们怎么他们
掌盟的数据你也信啊？我操，掌盟的玩意就不更新的，那种东西你也信啊？改了多久了？我就问你，建模这个 WCD 削弱去加强多久了？从26秒加强到20秒，加强多久了？加强他妈起码半年了吧？掌盟还不更新，在干嘛呢？你们还用那种东西查数据？我真的有点想笑了。狗都不用掌盟。我不说了，要么13秒，要么是18秒嘛。我不给了两个数据嘛，18秒和20秒不是很接近嘛？而且前期会出 CD 装嘛，那就是18秒。前期会出 CD 装的，前期会出 CD 装，会出 CD 装的，我不管。别人建模前期会出 CD 装，那就是18秒对吧？出一个 CD 装，那不就是18秒了吗？我算的很差不多了，我都算的很准了，说实话，这个东西很爽啊！你在干嘛？别抖！哎，你在干嘛？别抖啊！这里只要有人来吃线，我们直接一个海克斯最后通敌，好呗，来了。新版本，这就是新版本最帅年刀，直接踩爆炸球果过去，然后直接一闪一给他留住秒掉，只不过可惜被他大刀给捆住了，没有被大刀捆住的话应该会更帅一点。焦三他没有闪，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很远。哎，我感觉我得锻炼了，兄弟们，我感觉我得锻炼了。最近这个月没怎么休息过，然后感觉整个人精神状态有点下滑了，精神状态没以前那么好了。好，这边点。哎，我的卡面太猛了。没办法，对面 AD 15-4没有用，知道吗？贼爆秒！我说那边那 AD 怎么难那么难？